得道真经，二十愿是天尊，在大罗天上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中说此生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：吾今为奴，略其身心明宣道样，十方得道神仙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昂三男子三女人一并在皆着是尽量，一切有为先诸正路，提持法相乃可受持，能并众缘永出让座，外相不入，内相不出，于正念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诸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之也，众苦罪缘悉皆除当，即因胎和真气浊轮心田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真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妖遥遥迷迷，内外无事浑浑摸摸，真大无畏古今长存，从此真念从此皆无，道理之佛法要相助，乃皆因时取千归时，安吉留根今朝八时，空寂无云真实善学，得道真正自然深度，二十诸天仙中三百天尊曰：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唯闻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，道果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虚中，体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中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，二十愿是天尊在大罗天上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中说此生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：吾今为奴，略其身心明宣道样，十方得道神仙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昂三男子三女人一并在皆着是尽量，一切有为先诸正路，提持法相乃可受持，能并众缘永出让座，外相不入，内相不出，于正念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诸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之也，众苦罪缘悉皆除当，即因胎和真气浊轮心田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真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妖遥遥迷迷，内外无事浑浑摸摸，真
是真念，从此皆悟道理之佛法要相助，乃戒饮食取钱归时，安七六根，清早八时，空气我云真实三玄，得道成真自然深度，二十诸天仙众，三百天尊曰：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唯闻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道果，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虚中，体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中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，二是愿是天尊在大罗天上，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众说此升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：吾今为奴，略其身心，明宣道要，十方得道圣贤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傲，三男子三女人一并在皆着实尽量，一切有为先诸真如，提此法相乃可受持，能并众愿永出难浊，外相不入，内相不出，于真念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诸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之也，众苦罪缘悉皆除当，即因胎和真气浊沦心田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真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摇摇摇明明，内外无事浑浑摸摸，真大无畏古今长存，从此真念从此皆悟道理之佛法要相助，乃戒饮食取钱归时，安七六根，清早八时，空气我云真实三玄，得道成真自然深度，二十诸天仙众，三百天尊曰：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唯闻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道果，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虚中，体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中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，二是愿是天尊在大罗天上，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众说此升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：吾今为奴，略其身心，明
方得道圣贤，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昂。三男子三女人，一并在皆着是尽量，一切有为先住正路，提持法相乃可受持，能并众缘永除染浊。外相不入，内相不出，于正念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诸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之也，中苦罪缘悉皆除当，即因胎和正气浊轮心田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正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摇摇摇咪咪，内外无事浑浑摸摸，真大无畏古今长存，从此正念从此皆无，道理之佛法要相助，乃皆因时取千归时，安吉六根尽早八十，空寂无云真实善学，得道成真自然深度，二十诸天仙众，三百天尊曰，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唯闻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，道果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虚中，体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宗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，二是愿是天尊在大罗天上，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中说此升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：吾今为奴，略其身心，明宣道要，十方得道圣贤，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昂。三男子三女人，一并在皆着是尽量，一切有为先住正路，提持法相乃可受持，能并众缘永除染浊。外相不入，内相不出，于正念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诸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之也，中苦罪缘悉皆除当，即因胎和正气浊轮心田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正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摇摇摇咪咪，内外无事浑浑摸摸，真大无畏古今长存，从此正念从此皆无，道理之佛法要相助，乃皆因时取千归时，安吉六根尽早八十，空寂无云真实善学，得道成真自然生。
来自于今日，为文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，到过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虚中，体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中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，而是愿是天尊在大罗天上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中说此升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：吾今为奴，略其身心明宣道样，十方得道圣贤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昂三男子三女人一并在皆作是尽量，一切有为先诸真如提此法相，乃可受持能并众愿永出让座，外相不入内相不出，于真念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诸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支也，众苦罪缘悉皆除当，即因胎和真气作轮心贴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真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摇摇摇迷迷，内外无事昏昏默默，真大无畏古今长存，从此真念从此皆悟，道理之佛法要相助，乃皆因是取千归时，安其六根尽照八识，空寂无云真实善学，得道真正自然深度，而是诸天仙中三百天尊曰：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为闻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，道过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虚中，体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中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，而是愿是天尊在大罗天上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中说此升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：吾今为奴，略其身心明宣道样，十方得道圣贤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昂三男子三女人一并在皆作是尽量，一切有为先诸真如提此法相，乃可受持能并众愿永出让座，外相不如内相
于真年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出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之也，中苦最远悉皆出党，即因胎和真气浊润心田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真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摇摇摇咪咪，内外无事浑浑摸摸，真大无畏古今长存，从此真念从此皆无，道理之佛法要相处，乃皆因时取千归时，安其六根尽照八十，空寂无云真实善学，得道真正自然深度，二十诸天仙众，三百天尊曰，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唯闻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，道果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虚中，体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中，愿是天尊说升天得道真经，二是愿是天尊在大罗天上，于金山中为诸天仙中说此升天得道真经，告诸天曰，吾今为奴略其身心，明宣道要，十方得道圣贤皆从此经修行，而同为昂，三男子三女人一并在皆着实尽量，一切有为先主真如，第此法相乃可受持，能并众缘永出浪浊，外相不入内相不出，于真念中乃得五脏清凉，六腑跳弹，三百六十骨节之中有出自安，十二支也，百八十烦恼之也，中苦最远悉皆出党，即因胎和真气浊润心田，五脏六腑心目内观，真气所有清净光明，须白狼摇摇摇咪咪，内外无事浑浑摸摸，真大无畏古今长存，从此真念从此皆无，道理之佛法要相处，乃皆因时取千归时，安其六根尽照八十，空寂无云真实善学，得道真正自然深度，二十诸天仙众，三百天尊曰，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唯闻如是大圣经典，我等愿此心为广济一切，道果完成而说机缘，遥遥明明清净道，稳稳默默太
虚中，披相湛然无所住，色空度即一真空。愿是天尊说，升天得道真经中。